孩子的奥利奥，学会开放平台开发，躺着就把钱挣了。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把手机号码贵属地查询的写了一大半，那么这一节课我们要继续完成这个应用。首先找到我们的代码，手机，然后编辑，那么上节课我们连接了数据库，是吧，也设置了数据库的字符校验集，是吧，也处理了用户提交过来的号码，啊，我们只是简单的截取了七位，没有判断它是否是数字，也没有判断它是否是手机号码，那么这些我们暂时不判断了，那么我们只是需要实现功能，那么大家如果写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判断好了，对吧，不要用户输入 ABCD， 那么一样的当做数字来处理。那么我们继续写，连接好数据库之后，那我们需要查询数据库，那么我们先准备一条语句，那么我们是查询 SELECT SELECT 完了，查询哪些东西，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Host， 完了 PHP admin，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结构，那么我们需要查询的东西，那区号、城市还有卡的类型，那么区号、城市还有卡的类型，那么这里大家不要用星号，如果用星号它的效率会慢啊，大家记住了，直接把你所要查询的字段给写上，然后FROM 从手机的数据库，然后加个 WHERE 条件 WHERE WHERE 什么，我们这里定义的变量是 NUM， 它等于连接符，连接符，这里用连接符太麻烦，我们直接改成双引号，让它直接解析变量，那么这样做是最简单的，然后给它一个空间 NUM， 然后执行这条色刻语句，MySQLQUERY， 那么执行，然后我们再判断一下，如果执行成功了，完，并且判断一下$符，我们这里用
确实 MySQL 然后 ROWS 影响行数那么是影响行数完了再判断当它等于零的时候就说明没查到那么我们提示个信息请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或联系管理员补充数据因为查到了可能是他输入的号码不正确也可能是你的数据库里不完整那么如果影响行数它不等于零那就说明查到了那么查到了我们就需要把查到的信息输出来那这个我们用嵌入的写那这样的方式啊，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可以直接嵌入的你查询的手机号码为number 然后所属城市为我们都给它加上城市区号为卡类型为那么我看一下我们要输出的这几个LCL 手机13812345 13812345678没有输出我们看一下条件
real 它的影响行数，引号等于零。那么没有执行到这里，那么说明这里是没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最外层的 RES，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执行成功没有。啊，这里我们这里不应该用 number， 我们应该用 str， 因为是 str 是截取的字符串。再看一下，133，还没有成功。那么我们输出一下。失败，我们看为什么失败。那么语句 from 手机啊，这里是数据库的表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那么它的库名是手机的简写，而表名是手机的一个全拼，那么这里错了。我们看一下查询啊，这回对了。您查询的手机号为，所属城市为，啊，卡类型为。那么，这是我们输出的。那么，把它去掉。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一个便利，啊，就一条数据，那么就是数据这一行它等于 MySQL F E T C H A S S O C， 我们给它一个索引的结果，当 R E S 结果，然后这里PHP， 然后输出ROW， 城市 CITY， 那么这里同样，那输出 ROW。区号，就是区号，然后类型 TYPE， 那么看一下133123456，那么我查询结果，你查询的手机号码为。那133，那5个5，完了，所属城市为安徽省马鞍山市，那城市区号为0555，卡类型为安徽电信 CDMA 卡。那么这样，然后我们查询的是没问题了，还最后需要把结果再美化一下，这样太难看。那么我们还是需要DIV 的，那包括上面的这些提示信息，
那么我们先都给嵌套一个 CLSS， 那就是起一个名字，结果啊，结果。结果，那么加个类型，结果，那么首先让它 MARZIN， 哎，让它离开一点，刷新，这一个。然后或者我们直接 MARZIN top 15像素，我们看一下，15像素，但是说它的下面，它的下面台阶，那么我们这里让它变成10像素，10像素，哎，这样感觉小点，小点怎么办？再调15，然后我们让查询的结果，那么都显示出其他颜色，那这样明显一点啊，查询出来的结果在哪里？在这儿。那么我可以把它再嵌套一个标签，啊，无意义的 span 标签，那么给它一个 class 属性，那就是RES COLOR 结果的颜色，RES COLOR SPACLESS RES COLOR 是吧？然后样式。RES COLOR 变成红色，我们看一下红色，然后这是我们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输错的时候，请输入手机号码。那这里我们也需要排下版。那么这里就比较简单了。哎，这里有一个。那么我直接加上 divclass 结果。div
结果。结果。结果。那么我看一下，请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那么这里我们的应用135123456789，哎，实现了，都没有问题了。那么简单的来说，我们应用又做完了，但是还缺一点，哪一点啊？监控代码自适应高度，那么我们要把它加上。那监控文件，监控代码，那把它放上去。那么还是放在这个位置。保存，然后监控文件不用改动，直接复制粘贴。然后我们需要上传代码，然后导入数据库到云平台。上传，比如说我们再找一个 APP 零，我的 APP 第二版，第一版，我们该放在哪个位置？那么还是放在这里，手机这样去区分，然后把它全复制进去。粘贴，让 SVN add OK， 然后提交，当然这里还不行，因为数据库连接我还没改了啊，不可能连到你本机环境。那么我们要看一下数据库连接，帮助文档 BAE 云数据库。那么连接很简单，就用这一个。那么我们要到哪儿？到这儿，复制，把我们的数据库连接替换掉。这里分割一点，那么看一下这个文件，它都是从环境变量中取出的主机端口用户名和密码啊，不需要我们自己设置。啊，这是如果连接成功。如果连接成功，然后选择数据库。如果选择失败，那它这里错误判断的机制。那么我们这里那什么，首先这个选择字符集的要有，
啊，如果连接了，那它上面已经判断了，我们就不需要了。然后选择数据库，它也有了，我们也不需要了。那么我们还如果连接成功，那么这里得删掉。那就这样。我们是不是多删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最后我们还需要改动一点数据库的名称。那数据库在哪里？服务体系。现在昨天晚上该改刚改的版，我看总弹出这一个，那么百度昨天晚上它给升级了，那么升级我们找一下服务管理，来这里云数据库，你看我们看见了几个授权方名称，那么我们随便找一个，这是什么？那么这个是 BAE 的一个环境，那就是一个管理 PHPMyAdmin， 用它来管理数据库。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还有什么管理，那这还没有数据库。我记得昨天我已经把咱需要用到的给导入进来了，但是今天又找不到了。好吧，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再重新导入一下吧。管理我的应用，手机，管理，看看这里有没有。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在我这一个应用里？管理，这个我是托管了的。渠道相关、云环境管理、服务管理、云数据库。来，是在这里了。啊，这里有个手机的。
啊，我已经导入好了，导入好了，因为导入比较浪费时间。那么导入和我们本地操作一样，导入就可以了。然后数据库的名字就是这一个，我们只要把它给复制到我们的连接文件这里，数据库的名称粘贴，然后保存，然后再把代码提交，我们是放在手机，应该从这里修改。啊，这个还没有放过来。3W 手机目录下。APP server 3W 手机目录下 index 复制，我们改的是它，粘贴替换复制，然后提交 OK。 好了，我们再到这里，本机环境，然后我们从这里预览一下，我看看它改版之后基本信息。云服务管理查看，提交到不是这里来的，我们这个是应用集合管理，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跨域手机，图片没有上来，先试一下133123456789。那图片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图片没有上来？还是网络慢的原因？那么我看一下代码，啊，这里拉一个 ZIF， 保存。那么这里其实保存是没有用的，用这个编辑。保存，然后上传，出来了，133123456789，这是谁的号？河北省秦皇岛。那么好，我们手机归属地查询那又做完了，那么我们再一起提交一下。那这次我们简单提交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创建个应用，还是修改一个吧。那这是上一个提交的，因为现在我没有资源了。
需要再申请，所以说只能修改。基本信息，那么类型还是实用工具，完了手机归属地查询，我到百度上，手机号码归属地查询。手机号码，看看百科这儿了。然后粘贴，然后粘贴，确定。然后这里复制。粘贴多条线，粘贴，那么它肯定没有500高度，那么我设成300，粘贴，手机查询，300，下一步。然后对接图片，找两张图片啊，我们看用个比较合适的。那么这里你要自己做一个，我这时只是为了方便，我随便找一个图，图片另存为桌面保存。那么我们打开方式啊，直接画图就可以。比如说我先选择新建，不保存，那只需要重新调整大小，那像素不保持中锋比，那就是64×64，那么我也不管它变不变形了。储存为桌面 JPEG 无标题的64×64，桌面无标题的，然后再调整16，再保存。16×16，那图片完事了，那下边的我也不提交了，都提交过了。那么预览应用测试13612345678，搜索结果13212345678，也没问题，然后单击提交。啊，应用提交，我们将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您应用对接结果，确定。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又完成了一个应用，并且一起提交了。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做的应用比上一个应用多用到了数据库的知识。那么下节课我们要继续做一个应用，用到更高级的一点的知识啊，可能又要用到 MVC 模式或者其他的。那么大家好，我们下节课再见。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绝，死亦学 PAP。
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RP。 少壮不学 PRP， 老大徒伤悲。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学 PHP。春眠不觉晓，处处学 PHP。 在听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学吸收 PHP。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